赶时间，我真的赶时间，真的。哦，不能这样啊，多久没见了？三年。对啊，你看都变这样了。哦，不能啦。好，阿爸，我们家换个赖好了，好不好？我给你我的 ID， 那个最美的女人翻成英文，这是我的 ID。Ugly woman。有啦，你看那个。哦，好啦，哎呀，太照片了啦，太夸张了啦。本来就这样啊。好啦，哎，不行啊，不行，不对，我在走这一定要看。啊，你不是最会选那什么 B 姐吗？哦，我跟你说 ，B 姐封麦了，不能，封麦了，不能，3年前的东西不能再重现了。哈，这也太可惜了吧？那不行了，我要走了，真的来不及，不行，拜拜。这样啊。啊，月童姐姐。等一下，他们还有最后一支舞哎，姐姐，你要不要一起去看呐、啊？好啊，哦，我妹的表演啊，走。记得小学的时候，我常常会自己一个人坐在电脑前面一整下午，看着一个又一个，一遍又一遍的舞蹈影片。那时候，我连那是什么舞风都不知道。之后，我向父母提出了我想学跳舞的想法。可是传统观念下，被拒绝无数次，之后渐渐的也淡掉了我争取的欲望。有一天，我爸突然问我还想不想学跳舞，他的客户是舞蹈老师，看见我跳舞的影片，觉得我蛮有天分的。也许他只是说场面话吧，也或许他根本不是舞蹈老师，我不清楚他是谁。但确实因为他的那番话，真正开启了我舞蹈的这条路。也因为他，我的人生终于开始有这么一点不平凡。一路上接受了不少称赞，也让我越来越有自信。跳舞自然而然成了我最喜欢的一件事情。当我升上高中，开始了解学校社团，我发现没有我擅长的舞风。我承认当时我们。犹豫于自己的不擅长，犹豫于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喜欢上舞蹈，更怕自己没办法承受得不到赞美时的失落感。但当我想起最初那个连有什么舞风都不知道的自己时，我依然做了现在这个决定。尽管现在 Hip Hop 就没有成为我最喜欢的舞风，但我认为这2年的摸索并没有白费。除了舞蹈上面的精进以外，学到的更多是影响到我现在个性处事方面的东西。我觉得这已经超越了很多很多东西。高二这一年真的就像是一场梦。以前的我胆小精明。啊！干嘛啊？小潜艇！第一次违背了父母的意见，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当你们问我能不能跳成八十，我内心来回折腾煎熬了100年。我很想就这样大声跟你们说好，可是又怕自己兑现不了自己的承诺。但同时也不想忽视自己内心那股激动。在跟你们讨论后，做出现在的决定。尽管没能够和你们一起跳每一支舞，但我不管我能跳几支舞，能站在台上几分钟。我都想好好做完、跳完出舞的每一个小节、每一个拍子。啊，妹妹，哎，是逆传哎！啊，这么，我感觉就这样啊！啊！真的很谢谢23的你们，让我们参与你们配合的最大部分。知道我没有父母的资助，让我尽量没有金钱上的负担，还那么信任我，把一整首舞交给我，编我自己喜欢的东西。但最后还是因为我自己的鼓舞拒绝。只帮你们编了一小部分，虽然你们常常忘记告诉我开会的内容，甚至直接帮我做决定，让我没有选择权，但是你们依旧还是我最爱最爱的一群废物，谢谢你们。
从不对自己做的这个决定后悔，感谢那时的那个冲动，感谢当时的无所畏惧，感谢一年前那个犹豫不决，最后却还是选择留下来的自己。坚持到今天，他
他接下来还要办惩罚，然后我已经办完，台下还有很多，接下来有下礼拜要办惩罚的五峰正负，还有正负，还有北一所五，成功任务退休，反正就是看着一位朋友这样子办完惩罚，真的是很感动，而且就好像有小女孩长大的感觉，或者是小男孩长大了，觉得妈妈，好啦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再见。那这是3月12日办完惩罚了，老人你还记得日期？很老的那种。我们是第一场惩罚，接下来就看着一个一个办完了。先场工商时间，4月30日请来大同热舞哦。好，那接下来请欢迎他们的最后一支舞。It's trying